第一批九零后走出高考考场是啥样的？射牛侠。觉得还可以吧，第一件事想回家放松放松吧，然后上网了解一下信息，估算估算分儿。好，终于解放了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耶、yeah ！很激动，太激动了，确实比较激动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反正高考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成人的仪式吧。学霸行，现在上网太浪费时间了。在我年龄都比较大了，也不是小孩、啊、对，不大敢胜似的。笑得挺开心，我看着啊，行还行啊，怎么样感觉？考完感觉很好啊，还可以吧，挺好，充满自信。感恩行，可以去四川当个志愿者，参加毕业典礼，学校毕业典礼，回去看老师，帮爸爸妈妈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。您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灾区，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低调行，怎么样，孩子？吓死我！那找我地方说去吧，找我地方。考还行吧。两天怎么打算放松放松？睡觉，睡觉啊。怎么表情都这么严肃了是？赶紧回家。